What's up, everybody？ 我是们 Kevin 教练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大家看到今天的场景完全不同啊，跟以往都不同啊。有没有看到这后面国际球场更新的会馆？没有，我们今天现在人在日本啊。我们跟中村先生一起回到日本，然后他会带我们搭三天球。第一天呢，我们今天先热身一下，来到这个 Greenfield 高尔夫球场。那这边呢其实很漂亮，我们刚刚已经来吓到，它这是算现在日巡比赛会办比赛的球场，而且好像蛮大场的，因为我刚刚看他们那边都写的是 PGA Champion 那种。然后今天呢，我们两个决定挑战，两人两球，然后打最佳球位，看可以打几杆，有没有办法打出很低杆，或者说呢？两人两球，结果还打了八十几杆。毕竟这也是算比赛球场，所以我们想要两个人挑战看，可以最低杆打几杆。因为看一些国外影片，他们也有跟选手一起挑战最低杆，然后很夸张。上次看那个姑姑，他们是打，我看他跟 Deschambeau 打十六个 under，十六个 under。对，我们今天目标看有没有机会打一本吧。很消极，这 course 目前看起来有一定难度。而且它这果岭保养的超漂亮的，还有一些练习场，我们刚看那练习场也很夸张。大家有机会的话，看可不可以去拍拍看。然后我们大家可能先要打前九，因为日本这边打球它的节奏比较慢，必须要先打完前九洞之后，然后中间可能休息一个小时，吃个饭啊，然后。洗脸啊，刷牙一下，反省一下，对，反省一下，忏悔一下前九犯的错，然后呢，我们再进去进行后九洞这样子。那今天就挑战看看最低杆，希望能打破纪录。哦，这个第一洞看起来，第一洞看起来就非常的难啊，各位。刚刚好像说这洞是五杆的，哦。距离其实这边距离，昨天我们研究了一下，没有很长，但是很窄，看起来很窄。目前的状况看起来不太妙，希望等一下可以有好的表现。毕竟也好搭飞机来，然后就几天没打球了，还在调时差。毕竟不能在，毕竟时差有一个小时。中村先生面前丢脸。对啊，不知道中村先生到底打得怎么样。对，之前看他切杆是很惊人的。他切杆很惊人，希望他大家可以照我。他地主嘛，他地主啊，所以他对这边很熟啊，他都会来这里看那个 PGA 全片区。然后今天跟我们同组的伙伴是负责我们这一次交通的 Jerry 哥。Jerry 桑，你很害羞呢。哎，对，欢迎来到日本，希望今天有好的表现。各位如果来日本的朋友，都可以找我们 Jerry 桑。对，东京吗？还是东京成田羽田都可以，成田羽田包车服务，包车服务还可以陪打，对，还可以陪打，很舒服，还可以陪什么？陪喝酒，想得到的都可以。还是第一栋过那个沙，刚他们说210，所以我们应该可以靠满左边打。呜呼，能死。没用。有老鹰呢。哎呦！哎，不是，中村先生，你其实不会擦 T 呢。我很紧张呢。Nice。中村先生这颗开得相当漂亮，来到球道，剩下180。哦，稍微右边了。居然用了你的球。Nice。
上去。哦 ，nice。nice。差一点。来到我们 Kevin 教练的第三杆。现在抓老鹰。我们现在 for eagle。eagle park。这草其实蛮长的，有点犹豫要不要。那个果顶速度是10。啊。他说这边果顶速度10，所以其实蛮快的，几乎跟台风一样，比台风快。台风可能九点多。OK，OK。哇，第一个抓一个，一个了，好球，好球，好球。好球呢！哎，那卡姆拉萨 ，nice。这栋多远的是呢？150码呢。哎、欸，但这个看起来有难度，是很多。对啊，距离比较短。这个 course 要打到最后，他们那个圈片的那个 T 才会很难打，就变成有距离，然后又很窄。很扎实呢！哇！来这步呢？你在日本有请教练吗？我在日本的教练是 Jerry 呢，教一些有的没的。喂，Nice！ 拿不打呢？拿不打水呢？哦，差点下水，差点下水。日本的国岭就是这样啊，各位。各位，你们看啊 ，PGA 球员打出来的球真的没什么啊。那卡布拉桑也可以打得到的。那大家记得打完自己修补一下国岭。上坡。我们两个刚才那边下坡，我们两个刚不是在那边说这边过去下坡，哦对啊，刚刚说这里上坡，尴尬。哎，帮我做个记号哦。哎 ，OK， nice par， 八，不会可以，又轮到钟志先生帮我们带路了。他这边真的很强哎，不愧是一天到晚泡在球场的人。哦哦哦！哇 ！OB，Driver 炫可，大家有看过吗？他们的希望就在 Kevin 教练身上了，全部都在我身上了。对，现在刚已经开一个坏球，过沙260，预计往山坡上打。Sweet， nice， nice。还在用吗？不会，不会，不会。Nice， nice， nice。这边还有80码，前面还有一个沙坑，所以宁可打大一点。然后像这球位啊，球比较高，我会稍微握短一点打。起杆边，刚刚 Jerry 上跟勋哥他们说，这球在起杆边了。等到中村先生，哦 ，lay up 呢 ？lay up， 他说这边下去很快，很快，大概推力到这边就好了。而且我是觉得会有点转折。其实没有这么快，其实真的没有这么快。可以送出去，一点点送出去，就有速度啊，但是
没有想象中那么夸张。大二，哦，所以大家看，一个太大力就差很多了。对啊，这种左右的 OB 看起来很窄，稍微靠右边打对吧？刚好像听说靠右边，没错。哦哟，有靠右边打哎、欸，真的很右边。完蛋了呢，这一洞又要把希望寄托在 Kevin 上。对，好球 ，Nice， 哎呦啦 ，Nice。来就不，你离得苦的。好，来了，这边第二杆，105，看好了呢。感觉这边打球距离可以抓得很近，因为那个球下去根本就不会滚。对啊，停住。但你这个长草呢？照样停，照右停。感觉还不错，小右，看可不可以再帮我们搭一个旗杆边抓个鸟，稍微那不大，但方向很好，好像还不错，到右 ，OK， 逆潮，他说可以稍微打大力一点，宋先生你日文不太好呢，我去台湾太久了呢。哎，看起来很小力，但就一直滚过去了。哇 ，nice， 进，哇，差了一点。这推起来好有感觉哦。对啊，那个球就很顺，超有 feel， 我会照线走。对，就是你真的推到哪里，那个球就是往哪里去，然后就是剩下看你的力道控制这样。哎呦，我还以为我差点要拿推杆呢。不用呢，14洞。14对，丢嘛。160码的三杆。对，而且旗杆插一个非常刁钻的位置。嗯。但没关系，我们刚好左举球去进攻。而且你看，如果这洞你打在那个刚按的那个地方，打上去那里感觉超难打，尴尬，它一个超级大的两层楼。对啊，嗯，所以这洞要小心，一定要把它打到第二层去。哦，左取。哎呦，尴尬的就是这洞第一层。哇。流到下面来了，没关系，交给中村先生。165差不多，我刚刚抓160打太小。二楼吗？二楼。哎，不会，还不错，右边那个对不对？对啊。旗子右边。嗯。好球呢 ，nice， スライス、こうフックでこの辺でグーって、看起来有个大转折。刚到那个点之后会往下滑。哦，有一个大转折。膨らませる感じで、目が向こうなので弱いとどんどん切れて。会慢慢的往左边。他刚说右到左，右边一个洞，听起来右边一个洞。盖盖的，但力道不错，力道很好。哦呀，差一点点。把它收进去。佛帕。Nice。来到第15洞。这栋很漂亮，可以看到整个三道石的风景。倒水260。会下水吗？
是打到树吗？打到呢。屁哦，没有，没看到水花。打到树吧，打到树了啊！扣一声呢。换我们的 Kevin 教练。哦！啊，危险了！阿布奈的，阿布奈的，哎，来救补呢！来救补呢！过水了呢、啊！没有啦！啊，没有，吓我一跳！我还以为过水了呢，没有呢。是哎，这个是你的哎，那这样那种暴露的，87。87。哦，打太高，怎么那么高？哦，有上去，有到，但太高了。嗯，有点被这草绊住，那擀面就开掉这样。Nice， 好像不错，欸，但有点左。两个差不多，一左右。这两个人在干嘛？受不了。PGA 场地耶 ，Nice。JP 日巡冠军赛场地耶。一个很大的 slice 来啊，这里。上坡。感觉有难度哦。我们已经沉积很多洞了，啊，很慢。很慢。这，哎呦！这么大，完蛋！手波要来了吗？不会，手没波了。那可以抓。哦、，nice par。第16洞，也是一个四杆洞，上坡，距离比较短，341而已。中村先生有机会一个就到了。他没机会了。中村先生今天非常的安静，专心在打球呢。中村先生第一次上节目呢，紧张呢。右边。感觉还好。然后我们 Kevin 教练。还在水土不服的。还在水土不服吗？对啊。挥杆很不顺畅。他说他今天到目前为止都觉得没有打到球。Nice！ 球，哇哦 ，Nice！ 还是没打到，哈？还是没打到。但是你打到球到中间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哎，到了，到了，到了。你这样让中村先生怎么？啊、不是，我们是同一队的，他应该会希望我打到。OK， 还有37吗？然后感觉说有一点呼呼赖。所以稍微抓右边，逆向的，逆向的，好 ，OK， 那下去就屌了。对，下去就直接刹车。37，37吗？敢打？太敢打了。好像没有听，太敢打了。不用那么，不用那么感觉。不是因为这边顺草，不容易停。太左，感觉有停，但是太左。没有，也没有什么。是吗？嗯。来了，抓鸟的机会又来了。来喽，真的是来喽。看起来很快。嗯，有
要抓满的，你要至少要抓到那个黄黄左边没有，左边黄色那个比较浅的那个黄色那里有。抓太少了，抓太少了。嗯，港蝶赛乎了，真难抓啊，这个球上很难攻略到那个果岭。对啊，来了吗？还没，还在这。水啊！难受，是。勋哥，你觉得中村先生可以用力打吗？他可以很用力。好，那、欸、你可以用力，中村先生你可以用力。没问题呢。底宣波吗？嗯。好。底宣波那招吗？嗯。哦。好的，第一球开来这边还剩280，嗯，三木了吗？我的计划是直攻，然后中村先生保守打，可是我这个直攻应该也不好打，所以草太粗，然后就有点慢下去。哇，太粗，四五厘米，好，没关系。还有中村先生，好，中村先生的，突然觉得自己不会打球了。好、啊，怎样 ？Kimi 桑，嗯，你想剩多少？剩个50吧。没办法、啊。太直接了吧？回来，回来，回来。回来了，有养猴子呢。用喊的就回来了。用中村先生的球在第三杆，还剩下160。我刚才打到输，太左边了。我很扎实，但是很右。过里面。中村先生的铁杆蛮好的、欸。ここでラフが深いんですよ。そうよ。来三。到那边。嗯。难道他是派来混淆我的？这。鸟推，有，哇，哇，还抓不够啊，现实，还不错，还不错，很右，很右，嗯，我刚你抓那个球很哪里？我刚你抓右边球，然后再跟多，你看，最后。前面其实还好，但是最后过那个坡之后，往左转折非常的大。哦，太改了吧这个！你真的要换那只腿杆 ？For 怕，我怕腿杆。Nice。Nice pa， 这边近距离短推，其实我觉得比台湾好推很多，没有那么多潮温的影响，所以你只要出球的方向有对了，基本上都会进。哦、啊嗯，就是球推去会滚得很顺。对啊，你只要有在那个线上，它就进了。那、啊、你台湾，你就算在线上，它有时候球就这样，呜，然后就跑走了。哦，对啊。来卡穆拉桑。哈佛的，右边危险，18洞呢？第18洞吗？右边危险，专心开一颗。今天好球，
Nice ball！ 啊 ，bunker 呢？大丈夫？嗯，对 ，bunker，bunker，bunker， 很会打呢。替代，替代，换我们的 Kevin 桑 ，Kevin 桑 ，Kevin 桑 ，Kevin 哥，蜜蜂。感觉这洞可以稍微放球道，我觉得这洞一定要放球道，不然等一下勋哥那颗很难打。中村先生呢、欸？啊，中村先生，不要搞错呢、欸，搞错人了呢、欸。然后左边打一个小卡。哦哦，哦他说，他说，哎、欸，那边玩偏了、啊。没，我们有一个跳到沙坑可以。啊，打出情绪了。你打不到球、啊。你是不是想去练习场？对。中午不要吃饭了、欸。不吃饭，我中午吃什么饭呢、欸？跟我去练球呢、欸。我哪有资格吃饭？好的，终于遇到一个有可能没办法打趴的地方了。地杆开在这边，还有130吗？这边吗？对啊，160。要一百，差不多160的上坡球道沙坑。哦，哦，哇，哇，超扎实哎、欸！哇！哇中村先生的铁杆很好哎、欸，说什么打不了帕还是？中村先生的铁杆也太好了吧！来了 ，Kevin 教练，肯定可以打更近。很夸张哎！再让他知道一下什么才是叫做铁杆。沙很软的，更近。感觉很快。感觉会下去，还不错，其实还不错。哎呦！在哪里啊？哇！豆饼扛着呢。Nice， 没问题。九洞打完 ，Under two， 九洞打完，两个 Under 呢？两个 Under， 一洞打完的时候几个？两个 Under 呢？啊，九洞嘞。两个 under 呢，冲三呢，不想，好，我们刚去餐厅吃了个饭，出来这边日本球场有规定，打完九洞一定要回去休息一下，洗个三温暖才可以出来。没错呢，我刚刚前九太认真打球了，真的。后来发现，发现不用那么认真呢，因为也是打得差不多呢，真的，一点娱乐性都没有。有办法，ソケットね。ソケットね。ドライバーソケットです。不容易呢。哎呦，小心呢。但不吃饱饭，
都不会打球。吃饱饭 ，early is dangerous。好球呢，吃饱饭不一样呢。好球呢 ，nice shot。这洞又要靠你，没问题。第二杆靠我，来就不对。好，第一球开来这边五杆洞的，难得在球道。哎，这五杆洞，五杆洞，剩195，有点侧风。再来一个好球，再来一个。毕竟我们擅长在第一洞抓老鹰。嗯，没错。靠左边，顺着风。打一个 cut， high cut， 好球，没事。你吹高，再一点，放了吗？不知道，没有出去一点点。边边，吃饱就会，吃饱饭就会打球了。这后面风水很多。后面风车，嗯，那边灌一个风进来，刚好有一个洞，风从那边灌进来。哦，这个 slice 风很大，很大的 slice 风。老鹰又要来了吗？老鹰又来了。这个果岭边，果岭边的推杆很强。哦哦哦，转转，嗯 ，nice， 中村先生没有使用切推杆的中村先生，究竟会切出什么样的球呢？这是我们打了九洞之后第一次看到切杆出现在画面里面。很像，很像，很像，很像！哎呦，好扯哦！补进去。OK，Nice bird。这洞只有300位，现在吹一个呼呼风，往沙坑方向打。太远了呢，感觉有点穿出去吗？树下那边刚好听到大树。我是不是要打？我是不是要打一个安全的呢？安全。我的还安全啊，那边没障碍。真的吗？只是在树那边。我想在球道上打。那你就。然后58度出来开啊！哦，斯巴达西呢？哎 ，nice， 纳卡穆拉桑，这一栋纳卡穆拉桑有所贡献呐、啊，开到球道正中间。好像不错呢。太小了。看来我们的第一个 bogey 要出现。不会，还有你。啊，好好，还有我。对啊。60哦。60，嗯，对，60。还是不是？60是不是不太会到呢？哎，姐姐说的呢。我还以为是你量的，那我刚应该量一下。给我测，它上面字写55。哦。看起来可以落得很靠近秋冬。
拜。鬼切。Nice pass。第三洞，那看穆拉桑的开球。这洞左狗腿哦，你刚刚听到吗？有啊，左狗腿。嗯。90度的，所以呢，要么打很左，要么打在球洞。好，你先打一个看看。安全啊，安全，我觉得。哦 ，nice ball。nice。嗯 ，nice。OK。他很担心你们要传过去。啊？他很担心你们会打穿。哦。哦。就是怕你打这球。OK。哇，刚刚 Cameron 教练这球开很好呢。中村先生刚刚那颗也开得很漂亮，但找不到了。可是他的比较右边一点，所以最后还是选了我这颗。现在这边剩下63吗？就我觉得啊，这个位置要敢打一点了，敢打一点，进攻一点。上一洞就是不够积极哦，差一点点，差一点打 bogey。好像中村先生有救回来，所以这洞我决定要大个65码，让他倒拉回来。好。哦，他真的有往回丢哎，但是有点盖下去，稍微凹塞音。63，直攻棋子，可以稍微瞄棋子右侧，这个有点斜斜的。Shank 呢？太右侧了。很右呢。对啊。又要抓鸟了吗？有吧？可以抓鸟吗？不能只有第一洞才会抓吧？嗯，哎呦！刚刚那边跳了一下，交给中村先生。交给中村，来，我帮先帮你压好。我的等 OK 了吗？嗯，一定要过洞。对啊。哎 ！Good try。这种骨龄有点小，对啊，打算打一个 power fade， 哦，是个 draw， power draw， 哇，やばい耶。哎呦！罗巴卡也去了左边，我们这组三个人都去了左边。这洞有魔力吗？连铁杆如此好的中村先生都打出这种球。这洞两个人都失误，一个去打到这边左边来，另一个打到那边山下去，剩下一个不好切的位置。拼害的距离，但是过去有点下坡、啊、，slice 下坡。看看我们这种有没有机会守住帕。好球、哦！好不够。好啊。来，范中村先生，靠你了。高抛吗？嗯，随便你啊。不要。我要先顾一下，顾全大局。哇，
这就是这种球场难打的地方。在这旁边呢，别想要给我用滚的上去。啊，真的、哦？我说，啊、我们后退一点。连中文都突然会讲。Nice，Nice，Nice，Nice 吧 ，Nice，OK， 就到就到 ，Nice，Nice， 来到了第五洞，目前成绩还是负三，刚刚惊险的救了一个帕，还是继续保持 Bogey Free， 好，第五洞我们中村先生先率先开球。边左边，哎，一半一半，边边。哦。哦，好，是那个方向没错。好比。你地方弯边了。哦，弯边了。必须要来个九球。哎呦，他不耐呢！哇，压力重大了这颗。哎 ，Kevin 教练的救球表演。刚原本是想拿九号从上面打过去，但是翻译问题，来到了七号，所以我们换一个打法，狙击从这个洞出去。目前就是先出去为主啊，因为刚刚已经陷入困境。哦，出去。被拦下来。被拦下来。可是至少这动作是要极限九球了，为大家示范，打成这样也能打趴。希望可以跟中村先生救起这颗球。哎呦，从意想不到的地方打过去。好。在一阵激烈讨论之后，决定换一个洞打。好的选择。现在第四杆还有210，什么五杆洞没关系，完全就有关系啦。哎呦！其实很不错哎。啊 ，nice！ 哦 ，hanamichi。hanamichi。哦 ，nice！天公伯啊！究竟能不能守住这个帕呢？关键，中村先生很细心的去算了脚步。哎呦，选择靠滚动的方式接近，好球！嗯 ，K
Kevin 教练这边要用另外一个方式吗？我要用急停的方式。好。拿杯。都已经是个大人了，不能自己完成吗？完蛋，情绪打出来了。哇靠！好，我们现在目前只剩下一个 under 了，很伤啊！刚刚那个真的太伤了，直攻啊！哦，哦，掉了没？哎，打到树，打到树，打到树，好逼呢！你要干嘛？重责大任。对啊，我来打一个安全的。哇、哦、，nice！哦，有喝茶不一样，有喝茶呀，好险！这边刚243，还没加上坡，但这边打切杆机一定要打足，因为会倒啦。哦，小了，哇，可惜，是不是很想要打拉的球？对。哦哦 ，nice！ 哦、oh, ，nice！ 是，落地枪，有拉，有拉，小拉，好爽！大绝招来喽 ！Kevin 教练说他要用大绝招了，初学者大法，是一个抓鸟的机会。进 ，nice，nice body，nice， 补上一洞的 ，nice， 补起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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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跟你说大绝招，初学者大法，方向瞄得很好吧？方向瞄得很好的，这洞超漂亮，好帅，170，170吗？我刚是扯170，好，你们特不是吗？Nice， 好球！好球哎、欸！轮到中村先生，我已经把球放在旗子附近了。打来就补。我把球放去补替附近，刚好。下坡吗？哎，对，然后。他说要推主啊，算是下坡。好像不用来了，来了。哎呦，怎么跳成这样？哎，差一点。没错。左边树上打一个 cut 出来 ，beautiful cut， 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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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，太幼了，太幼了，啊，无眼，要交给
中村先生。对啊，转的太多。是吗？谁？认真开一个吧。你到现在都没认真开一颗。给我打安全。嗯，一定要。虽然我们的目标是一分爬大弯，但我们现在两个昂德，从第一洞守到现在。哦，守住了！哇，这根本单差点选手啊！这边还剩下115，我的球不见了。115对我来说蛮尴尬。很尴尬吗？那怎么说呢？刚好在52跟P中间。那你就是必须再卖一支48度。哦 ，P 拿短出现奇迹了！哇，好球！好球好球！还有没有更近的？还有没有更近的？好，你看啊，还有没有更近？是不是我可以再重报？哦，还有没有更近的？还有没有更近的？一点点，那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抓一点点右，好不好？抓一点右，好，我觉得可以抓，差不多，抓这个洞，好不好？我看，我看一下，差不多，我觉得差不多，一个洞差不多，力道力道，过洞哦 ，OK， 突破负二的机会就是现在了。力道，力道。上坡。哎。啊 ，nice！ 哇，他就懂了哦、喔。这边真的很慢。中村先生怎么突然讲台语？刚刚勋哥啊，刚刚不是中心。刚刚勋哥。嗨。好，我们最后一栋了。我们现在还是两个 under， 但我们想要打69杆。比较喜欢69。就靠这一栋。Nice。Fairway， 至少在 Fairway。没有啊，这个油箱都一样没打中，都没中球。要看都打不到，不要你安全打，你会安全打。不是啊，你的那一颗就安全了。不是啊，用力搞不好比你这颗还断。嗯，反而搞不好你不用力打一颗很棒的球。你在右边嘛，我靠左边打，这样可以吧？硬要跟我不一样的。哎，左边你那边感觉会被树挡住啊？哦，好，都可以。对啊，反正现在无压力的开球，我是没有抱什么期望的。有压力的时候才会。你说没压力的时候对我没期望吗？对。哇、哦、，nice！ 哦，指哪打哪哎、欸。来就是。嗯。然后就可以选。这个最后一栋超漂亮，国林那边有一个瀑布。是吗？第二杆现在我们用 Kevin 教练的开球，还剩下115码左右。难得用到我的开球。对。哎、欸，不是，不对，但现在有点小逆风。中村先生开太好了。跟上一栋差不多。哦、oh, ，nice， 小猪。哦哦，球还滚，哎、欸，你看，那很陡，滚回来了。对啊，那好像很不高哎、欸，你要打高一点。好，你可能要打个。皮杆不能拿断。对，皮杆不能拿断。他
太拉，而且因为可能我拿蛙旗杆，所以那个后旋量更大。但这个有斜坡降落，我不是很会。稍微瞄右，然后一样刚那样打啦，我觉得刚那个上一洞就打很好。哦，好球，勾的有点多。勾的多了点，但好像还不错。好了，我们要来执行第三杆。这上去一定会很近，风景超美。给你三切的更多。哎呦！啊！好球！啊！你往哪边？我直直打。直直打。嗯。好。靠中村先生呢？六九。六九魔男。好了点，哇！谢谢，谢谢。那颗 OK 了吗？啊 ，OK 了啦！你都从洞隙出来了。感谢东村先生。Hello。最后一球很惊人呢、欸。哇，想说，想说要六九了。风终究不能六九啊。对啊，那球真的切得超漂亮的。真的，我那个切出去想说哇有了，啊，落下去之后想要更有了，结果还是没有。可惜可惜，对啊。好，刚挑战完了第一个 PGA 等级的球场，这边呢他平常都有在办那个日巡最高规格比赛啊，球场难度真的，相信大家看完影片有目共睹，超难的。而且我们今天打的是蓝 T 而已，然后他们这边比赛的时候是打黑体，那个距离到7000码，然后球道又这么窄，柏林又这么难推的情况下，真的很难打。然后今天我跟中村先生呢，两个人打最佳球位，最后成绩负二，我们从第一洞就负二，最后一洞还是负二，对，有始有终。那我们今天可以来到这边打球，真的是非常感谢大户人家高球战队的队员们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有他们我们才能来日本打球啊！谢谢谢，我们鼓掌一下，谢谢谢谢谢谢，感谢他们。那我们再来呢，也会还有两场球要打，然后也都是最高等级的球场。我们这边再特别感谢一次。大户人家高球战队，太感动了，谢谢谢谢谢谢他们平常给我们那么多支持，对，真的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就准备一下，差不多要去吃饭了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我是你们 Kevin 教练，下集见，耶、yeah. 。